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八首《望月》，杜甫。孟雅道夫，大丈夫以后，偕老千米了，竹花江心秀。一面结婚了，东乡先情人，国妻一归娘，会当定决定，一览江山笑。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